你可算来了！我不让他们在这滑，他们非要滑。哎，道歉。既然都是滑冰的，500米，一局定输赢。Go！ 你留在这儿太可惜了，想不想和我一块看看速滑的巅峰？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09年北京亚洲短道速滑亚锦赛的比赛现场。可以说，这是通往2022北京冬奥会最后的门。集美队的主教练在比赛之前做出了临时换将的举动，到底是什么用意呢？32年前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有芬兰国旗，有韩国国旗，就是没有我们的国旗。Ready, go！他们俩代表的最强，一起飞起来吧！